我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没我的日子，你别来无恙。头发甩甩，大步的走开，不怜悯心底小小悲哀，挥手拜拜，祝你们愉快，我会。Sounds good.这就是你们想看蜘蛛侠的理由。莫柔，你能不能直接卧槽？我们改时间。卧槽。就钟情，有点喜欢你。我的爸爸说还不可以，请你别着急。我想猜不透是哪里出了错，恋爱的进度有些落后。居然爸说你也喜欢我，怎么会还无动于衷？弟弟让我丧失理智，越来越偏激幼稚，可弟弟就是弟弟，三分热度不是抬举，